Light 泳装上周五举办夏季发表会，听说犀利人妻随团会穿泳装走秀呢，大家好期待犀利人妻穿泳装哦，因为他上次穿泳装亮相可是十年前的事了。隋唐生完小孩当了妈，身材却越来越辣，超厉害的，果然是犀利人妻。不过，这泳装怎么加盖了违章建筑，还多了片薄纱？苹果东新闻问你，为什么没有穿泳装出来？我身上就是泳装啊。他今天身上穿的是泳装，是不是太像时装了？因为他太时尚了，对不对？但唐唐啊，这薄纱应该是跟 Tony 哥在海边玩"来追我，来追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"的游戏时穿的吧？电影和你哥我哥伴唱带都是这么演的。唐唐很美了，不过身旁这位中二混血新人拉拉王家弟，整坨半球都大拉拉露出来了，这才叫犀利啊！犀利人妻给我们的贴心小叮咛。所以我觉得，不论穿哪一种服装，自信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穿起来觉得自己好看、自己有自信的话，那个女人的外在风情肯定就可以展现出来。自信真的很重要哦。来宾点播王心凌的《女生最怕》，送给隋唐及所有女性同胞。我想王心凌最能了解隋唐的心情了。